looking so cute. I'm helping Gray Poodle to look for food. Off to the zoo, so happy and free to see the cheetah and the brown donkey. Several little mushrooms looking so cool, just like the otter swimming in the pool. So being happy, do not frown. Give yourself a treat and come on down.好久以前，在树林里住着一家人，他们是小慧、她的后母和一个懒惰的弟弟。小慧是一个勤劳的女孩子，每天要做很多工作。她的后母很凶，他和他的懒惰儿子什么也不做，只会欺负小慧。小慧，啊，去洗衣服。洗干净，然后去找食物回来给我们吃。小慧来到树林，找啊找，却找不到一点食物。糟了，找不到食物，怎么回去呢？小慧的眼泪就像流水一样，滴落草地上，也滴在蘑菇上面。是谁在跟我说话呀？啊！是我们的。啊！姐姐，你不用怕，啊，我们是不会伤害你的。对呀，我们不会伤害你的。你们是谁呀？我们是小蘑菇啊。小蘑菇。我是小黑，我是红圈圈，我是白点点，我叫小圆圆，我叫小黄帽，我叫小蓝，我是……对了，我是小迷糊。可是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大的蘑菇啊！慧姐姐，是你的泪水把我们变大的。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哦。原来是这样的，小黄帽，你好。慧姐姐，你不要难过，你带我们去玩好吗？是啊，是啊，带我们去玩儿吧。可是我，求你了，慧姐姐，求求你了。好吧，我带你们去玩。耶！ Yeah! 来。小蘑菇，你们听，
什么地方？为什么有那么多动物的声音呢？这里就是动物园。动物园，慧姐姐，动物园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动物？是啊，我们现在就进去跟里面的动物做朋友，好不好？好。快过来呀，这里有很多美丽的动物，你们看，你们看。哇，好漂亮啊。姐姐，这些是什么动物呢？这些是曲轴鹿，是所有品种当中最漂亮的鹿了。哦，慧姐姐，那我们可以带一只回去养吗？我要那只小斑点。我要那只脚最长的。我要那只尾巴最短的。小蘑菇，鹿是群居的动物，它们习惯了一大群生活在一起。如果你们把喜欢的那只带走了，它离开了自己的朋友，一定很寂寞的。嗯。Axis deer, A X I S, axis, D E E R, deer, axis deer. 曲轴鹿。The axis deer is the most beautiful of all deer. Its coat is yellowish brown and spotted with white. The female deer is called a doe. It usually gives birth to a single fawn.我们很喜欢这些鹿，可是又不想它们和朋友分开，怎么办呢？这样啊，啊，我有办法了。那英语就叫做 axis deer， A X I S D E E R axis deer。快来呀，快来呀！嘿，原来这里也有鹿，不过这些鹿的脚尖尖长长的，跟刚才的那种不一样。哦，这些不是鹿，是非洲的大羚羊。慧姐姐，羚羊用这么长的脚干什么？它可以用来保护自己啊。当它遇上狮子或老虎要来攻击它的时候，它就可以用那尖锐的脚把敌人赶走。明不明白啊？明白了。嗯，羚羊的脚还可以用来制成中药治病呢。羚羊，英语就叫做 oryx。oryx， O R Y X， oryx。羚羊。The oryx looks like a deer, but it is larger. The oryx, however.Has horns that look like scimitars. The oryx shown here is called a scimitar-horned oryx. It lives in the deserts of Africa. O R Y X oryx. 来，你们看，这就是美洲狮了。喏。狮子有什么不同呢？这很简单，那普通的雄狮子呢，颈项上都长了长长的鬃，美洲狮不管是雄的还是雌的都没有鬃，而且美洲狮的颜色比较深。哦，慧姐姐，美洲狮吃不吃人的？吃，不只是人，连体积比它大三倍的动物它也可以杀死然后拖走呢。哇，美洲狮好可怕。不过你们不用害怕，你们看，他们被关在笼子里，伤害不到我们的。Puma, P-U-M-A, Puma, 美洲狮。
The puma is also known as the cougar. It looks very much like a small lioness. Some people call it a mountain lion. The puma is a powerful big cat. It can kill and drag an animal 3 times its size. 美洲狮的英文名字叫做 Puma, P-U-M-A, Puma. Puma. 来，你们看。慧姐姐，这是什么动物啊？喏，你们看。美洲虎。慧姐姐，为什么这只老虎的身上没有条纹的？因为这只是美洲虎，而那些身上有条纹的是亚洲虎，它们是不一样的。慧姐姐，这种美洲虎比别的老虎大多了。是啊，这种美洲虎啊，是猫科动物最重最大的。你看。它的英文名怎么念 Jaguar 对了 Jaguar J-A-G-U-A-R Jaguar 美洲虎 The Jaguar is another big cat. Jaguars live mainly in forested areas near water.They can often be seen near rivers. They go there to wait for animals that come to drink. J A G U A R. Ooh. 准备，一、二、三。哇，我赢了！我第一了！我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小黄帽，你太自满了。我明明是第一。你是跑得很快，不过有一种动物跑的速度可以跟汽车赛跑，就连你也比不上的哦。到底是什么动物可以跑得那么快？是非洲的猎豹啊。喏，猎豹跟花豹一样，身上有斑点，但是它比普通的花豹大很多。它也是猫科动物里长得最像狗的。你们看，它的爪也跟狗的一样。猎人们就专门训练这种豹子来捕捉野鹿。所以它叫猎豹。哎，你们过来啊！慧姐姐，猎豹英文叫什么呢？猎豹的英语就叫 cheetah。cheetah, c h e e t a h, cheetah。猎豹。The cheetah is the fastest animal on land.It can reach speeds of 110 kilometers per hour. However, it cannot maintain the speed for long. The cheetah is a member of the cat family. 是不是 C-H-E-E-T-A-H, cheetah? 是的，真聪明。哇，这只老鼠好胖啊。他一定是很贪吃了，胖嘟嘟又贪吃，那不是像？我才不像这只胖老鼠呢！我不像！你们不要再纵容小圆圆了，而且那只也不叫老鼠啊，它是什么呢？哦，它叫仓鼠。哦，老鼠的嘴巴尖，尾巴长，而仓鼠的头很圆，尾巴也短。老鼠很脏，会传染疾病。Hamster。H-A-M-S-T-E-R, hamster. 仓鼠 Children like to keep hamsters as pets. The hamster has pockets in its cheeks. These pockets are called pouches. The hamster stores food in its cheek pouches. 而且仓鼠很干净，
所以啊，很多小朋友都喜欢把仓鼠当成宠物来饲养的。慧姐姐，告诉我什么是宠物呢？那宠物就是让人们养来作伴或者是疼爱的动物，那就是宠物了。仓鼠叫 hamster， H-A-M-S-T-E-R hamster。快来，那还有些动物是人们喜欢养的宠物，我带你们一块儿去看好不好？好。那这种小沙鼠也是小朋友们喜欢饲养的宠物了。哇，它的尾巴好漂亮啊。不止漂亮，还很有用呢。怎么有用呢？当它遇到敌人的时候，它的